楚先生，我刚才不是故意骂你的，我刚才是在做梦。啊，楚飞远，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哎，楚飞远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你快起来！你怎么在这儿？真是不知羞耻！明明是你自己昨天晚上喝醉了，还赖在沙发上不走了，你还把我……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只是在这里借住了一晚。我看你是想住在这里一辈子吧？我没。为什么我每次从这里出来都要这么狼狈？那个楚长明又是谁啊？我听说他在你那里住了一晚，看来你是接纳了他。半个月后婚礼照常进行。他住了一晚上是不假，但是你的阴谋诡计休想得逞。我不管你什么想法，总之这婚你不结也得结，这人不娶也得娶。宋文强，你到底是谁？